操盘战将。大家收看操盘战将，来节目一开始我给你看这几个字，你把它牢记在心，你把它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面，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，因为这个可以帮你赚到这么多的钱。记住，这个时代要来了，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来了，而且正在发酵当中，正在扩散当中，很多的股票正在摩拳擦掌。是什么字？哪一句话？大 PC 时代。大，来跟我念一遍，大 PC 时代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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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 PC 时代来了，你准备好了没？你准备好，你该不会现在还在跟我讲公债吧？十年期公债，还是外资在放假，还是明年的选举？哥，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在担心这个，你不会吧？你还在跟我聊这个话题哦？不用吧？我怎么跟你讲的？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觉得我在重复讲这些话，我自己都觉得腻我会腻怎么还是这些梗呢？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变出点新花样？我也想啊，可是问题是，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它正在你的眼前它正在你的眼前发生，可是我必须要不断的提醒你啊，为什么这么多的钱要到台湾来？他们在想什么？各位，为什么这么多的钱要到台湾来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国际性的资金，你是后面的金主，你汇了那么多钱到台湾来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会想做什么？你会想要干什么？炒房吗？炒汇？炒股啦，炒股，炒股，各位，这没有罪恶感，好不好？我们很务实、很现实的讲，这些从国外、从国际，也许从美国，也许从欧洲，这么多钱流到台湾来，很简单，炒股。为什么？因为大 PC 时代要来了。我们真的是得天独厚啊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有啊，真的我们什么都有啊。可是我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各位，我希望你听进去啊。你未来只要，应该是说今年啊，不，跟着不是明年，明年的那一段，你只要好好的赚到，哇，我跟你讲，你大概可以吃好几年了。因为明年的这一段，当资金不断的回那个进到台湾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在累积能量，你知道吗？累积的就好像火山准备要爆发的那种前兆，那种前兆啊，正在酝酿当中啊。那个火山有没有上面的下面的岩浆一直在滚，一直在烫，准备要爆发出来的那个前奏，现在台北股市正在发生，还没有完全哦，还没有完全喷发，我还没有哦。现在都在热身当中哦，各位。所以我跟你讲的事情啊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要，我现在已经不看一万八，一万八不是问题了啦，一万八不是重点啦，真的不是重点啦，是看这个什么时候看到第一季吗？会不会是第一季？如果是第一季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大 PC 时代要来了。这个会让我们台北股市很多股票，各位，真的是，你看那个人保啊，人保啊，我用月线图来看，月线，你知道民国85年、86年那一段啊，那一段啊，那时候 PC 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一个 PC 的王朝啊。我那时候 PC 刚热的时候，很多家庭都没有，陆陆续续大家要开始买 PC。好像是每个家庭的基本配备的时候，你看那个人保，你看那个宏基、广达，
那个时候老的一些股票啊，我记得我还有点印象啊。哇塞，大家都在炒 PC， 炒 PC 的零组件，炒 PC 的组装厂，炒 PC 的品牌。哦，那个时候真的是。可是风潮过后，风潮完了，大家 PC 家里都有一台了，甚至有人有两台。那个热潮过去了之后，股价各位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啊，真的啊，那个谁啊，人保的总经理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许胜雄啊，总经理，董事长叫许胜雄啊。宏基董事长陈俊盛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听了他们一些消息，我觉得真的是好像卧薪尝胆一样啊，在那里默默的耕耘，在那里布局，在那里强壮他们自己本身公司的体质，终于逮到机会，一个 AI 加进来，哇！一切都不一样，一切都改变了，各位。我记得我在十二月十三号那一天在讲的时候，我预告，我跟市场上宣告，我跟大家报告，请你注意宏基跟人保，请你注意这两只股票。好好长期关注他，我只是没有在电视讲说，我报两只名牌给你，你给我闭着眼睛买。你真的要我讲这种话吗？哎，讲这种话是犯规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时候我会稍微转一下，用一些隐晦的语气来跟各位讲，各位你要听得懂啦，你是不是我的知音？我的密码很简单啊，没有很难解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有时候跟你们讲的话字里行间，对，我透露了一些讯息给大家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，能够重视，能够好好的听我说的话。你知道这个盘呢、啊？哦，真的是，我看到今天大涨了139点了、啊。现在很多人还在保守，很多人还在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很多人觉得说，我现在进场会不会追高？我跟你讲，绝对不会追高。但你要买对股票，你要买对股票。以指数而言，不会追高，不会。了不起，在这边稍微再震一下嘛，然后再往上冲高，就跟这边一样，冲上去震一下，冲上去震一下，冲上去，然后呢再震一下，再冲上去也可以。所以指数你不要想说，哎，我会不会去追高？不会。股票才是重点。股票才是重点，各位。哇，我觉得哦，我十二月十三号那个 VCR 真的是经典啊，真的是经典啊。来啦，我们再看一次好不好？来 VCR， check out， 未来的新应用会让台北股市很多股票，包括过去的老的旧的股票，叫做旧瓶装新酒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各位。这个送你没关系啊，注意宏基、人保，这个送给你不用钱，哦，没急，你给我好好长期专注这两只股票，长期好好给我关注这两只股票。老师你在邀功，你在炫耀，你在说你多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为什么没买？你为什么没买？老师，我没买呢。老师，你这样说讲的，我好后悔。早知道我在这边，我就听你的。我跟你讲了，明天你也不要去追宏基了啦。我给你下一支，当宏基304亿的股本可以涨成这样。那这一支股票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下一支宏基，各位啊，
这次我要做字卡了。我上一次宏基跟人保我没有做字卡，我直接在电视上直接公开送了，也不用叫你打电话来拿我做一张字卡，上面写宏基啊，写人保都不用，我就直接在电视上讲，送给你，免费送给你。对，我在报名牌啦。如果通俗的话这样讲的话，也可以。我在报名牌，让你知，让你赚钱。你有赚到不？你们赚到了没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看到的东西真的是，连我自己都吓一跳啊！我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。原来明年的那个题材，各位你想想看哦，你光是一个 AIPC 的题材，就可以让很多股票大涨好几倍啊！后面还有一个手机耶，后面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家 PC 有 AI 功能吗？你家的 PC， 你家的个人电脑有没有 AI？ 你家的 NB 有没有那个 AI 的功能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就对了，那就会涨了，因为你家没有，你因为你没有。啊 ，AI 手机你有没有？你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那 AI 手机以后一定会涨，一定会大飙特飙，因为大家都没有，大家都没有，那最会飙。嚯、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我们先做这个，这个我们也要注意，因为手机这个产业，各位啊，手机业啊，明年要大增产啊。当我看到了华为，当我看到了美国的苹果，哇，这两家。死对头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死对头啊！现在他们都有一个默契，他们都要生产一个产品来。大户的避喷股，礼拜一给大家的大户的避喷股，这一支股票，涨停板。哎，12月25号9:08，我9:11印下来，买在哪个位置？哦，收完盘，然后是每当呢，26号，我25号请你们打电话来拿，请你们打电话来拿，26号自己去买。那一天成，昨天呢、啊，就昨天呢、啊，成交量6800多张。哎，老师啊，没有动啊，哪有动？没有动啊，你不说会喷，怎么会喷？没有啊。都买到了哦，打电话进来的人，你都买到了哦。最热门的题材，各位啊，这是23号的新闻哦。我跟你讲，折叠机这一块又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了。中国跟美国又要杠上了，杠上会开花。我们拭目以待，我们慢慢看，两只大象在打架。哦，鹤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还有很多，包括 AIPC， 这个大 PC 时代哦。AIPC 啊 AINB 啊 AI 平板电脑啊，哦，你知道这里面的钱有多少吗？搞不好50万可以赚到200万，100万可以赚到400万，200万可以赚到800万，你知道里面有钱有多少吗？所以我现在希望你好好听清俊所讲的话。大盘已经涨到这边了，我跟你讲，18000不用看了，绝对过，绝对过，现在就看19000什么时候来。那你现在还要在旁边观望吗？各位，我发觉最近你的热情有稍微，应该说很多投资的热情少了一些。为什么少了？因为你们都在担心外资放假啦，明年总统大选啊，不知道谁会当选啊，当选之后股市会怎么样？都不会有事啦，都不会有事啦，你们想太多了。各位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你们想那么悲观，那这些钱资金干嘛进来啊？各位反着想，站在所有的人的对立面，你们都认为说，哎呀，总统大选是一个变数，什么变数？是变数的话，这么多钱会进来台湾哦？
你去看看之前习近平讲的话，你去看看之前拜登跟习近平拜习会他们讲的话，他们在怕吗？你在那里怕屁屁出来，哎呦，就空表好担心哦。结果国际的资金这些热钱都没有在怕，你在怕什么、啊、他们都要玩一个，准备要玩一个大局啊。台北股市接下来各位啊，我跟你讲会很精彩、啊、CS 也要来了， IC 设计，哇，讲到 IC 设计新鼎今天又再创新高，新鼎又再创新高。我发觉哦，很多人在讲说，因为我的节目很多人喜欢看，我的股票有很多人在注意。OK， 你注意没有关系，但我希望我第一天给你的时候，你来拿，在买在起标点，你才会赚的比较多。各位，真的啦，你们在那里面也有人在问啊，我也觉得说，有人问我这一支，还是3588通家？今天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。我先前我就在跟各位讲了，当我的股票再拉回来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啊，新鼎拉回来你要注意啊，拉回来。好了，我不要再举例了，免得说你们就跳到我的股票里面去了。各位，我要把你拉出来，不要陷到我的股票里面去。对，没错，我的股票很会飙，我的股票很会涨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你想不想从头赚到尾嘛？还是你要做当冲隔日冲？这种行情你做当冲隔日冲太可惜，没菜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这种大行情你在做当冲隔日冲，我们都要赚大的，结果你只想赚小的。我们要赚100%，结果你只想赚5%、8%。好好买我的股票，从头爆到尾，各位。我们来赚一票大的，我们来赚一票大的。我现在的野心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阵子给你的股票，我告诉你的股票都涨一倍啊，所以我希望我邀请你来跟来拿我的股票，我们来赚大的，各位，我们来赚大的好不好？不要赚小的啦，真的啦，赚大条的啦，这支啊，下一支红鸡，下一支。大 PC 时代来临 ，AI 元素再加进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支都在布局啊，都在布局啊。这些钱是聪明的，很聪明，真的很聪明啊。而且心理素质非常的强，而且得到了某些确认的一个情报，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资金前仆后继到台湾来？所以我跟你讲。这支股票，如果这些资金也来这边的话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各位，宏基304亿的股本可以涨成这样，那这支股票，对，你要听懂我意思吗？有没有？你要听懂我意思？真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行情很大。重点是你要怎么去挑股票，怎么去选股。我跟你说，你来买我的股票，你来拿我的股票，真的。之前我给你这一支叫超级底部标股哦，我那时候还给你看呢，哦，今天来了，这一支也一样，2024涨价标股，哎，这一支今天没有涨停板，可惜。本来可以涨停的，但它没有涨停，可惜了。这样就好了，给你看一个字就可以了，差一点涨停，涨停我就开了，因为我上面写涨停板忍住嘛。对，看它未来会不会涨停，涨停我再来开，因为我看好的股票，尤其是这阵子哦，我觉得哦，真的啊，各位啊，团结力量大啦，真的团结力量，你在股票自己在那边单打独斗、单兵作战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很累，对不对？
欸，大盘涨到这样，欸，如果你买错股，你不见得能够赚钱呢，欸。你买错股，你还套牢，欸，赔很多钱呢，欸。大盘涨成这样哦，你买错股，各位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各位，你要买对股票啊，你买错股，欸，都已经涨到17891点了。我告诉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接下来大盘过18000的时候，过18000的时候，盘面上的股票，哦，可能又有变化，可能又有变化。这阵子在涨的股票，下一个阶段到18000不见得会继续哦，他们可能会休息哦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啊，这一支股票，哦，老师你意有所指，我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来拿我这支股票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有人说宏基怎么飙，哦，这一支它就怎么飙。大 PC 时代的来临，当你看到的人保，当你看到的华硕，都在走出一个不一样的格局，因为 AI 加进来，真的，它会让很多的股票、很多的企业脱胎换骨，而且，哦，搞不好连那种大股本都会变成飙股，啊，不是吗？啊，下一支在哪里？下一支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在这边就是它，就是这一支股票。广告中的电话，各位，一通电话，我一句话了，就这样啦。其他的字卡不想拿了啦，就这样，一通电话，涨停板就是你的。我再讲一次，大 PC 时代要来了，应该说已经来了。哦，我不要跟你讲说 AI PC 明年是元年，那后年呢？哎，欸，这些股票不是只会涨一年而已呢。好好好，讲到这就好了，不要，我其他我就不多说。来，一通电话，涨停板就是你的。这一支股票，下一支宏基，当宏基飙到这么高的时候，飙上这么多的时候，有人说宏基怎么飙，宏基怎么飙，这一支它就怎么飙。大 PC 时代来临，我暗示的非常明显了，这样你还听不懂吗？你听不出来吧？应该听出来了哈。下一支宏基，一块钱一通电话，下一支宏基打电话，这支股票就是你的。进广告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昨天跟各位聊这档股票，今天
倒涨。各位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也要注意啊，鲶鱼要大翻身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 AI， 因为 AI 的 P， 因为 AI 的 NB， 因为 AI 的手机。你知道我们最近在布局什么样的股票吗？我不希望。对了，这些股票未来我也会在电视上公开了。可是等我公开，那个涨幅已经到了一个位阶了。你所以啊，第一时间，今天比如说今天好了，你就来拿我这支股票，宏基哦，各位，很多人没有错哦。明天我也不会叫你去追，你去找下一支的宏基在哪里？下一支宏基在哪里？12月13号，我在这边跟你讲，叫你长期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支股票的位置。就好像这只股票的在这边一样，这只啊，好像在这边宏基的这个位置一样，打电话，这只股票送给你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